的好事长孙家那个刺客模拟器。大看，身为一名职业杀手，我的武器准备那是相当之多。但是我就不知道哪个缺心眼干的哈，把我这些武器都明码标价了。咋的？我来摆摊啊，在这儿啊？你看这，大砍刀10块，小匕首1块。再看这边，妈呀，还有扳手呢，合着我是五金店呢啊？5块钱，我现在有0元，我要跟他们肉搏去吗？难道还不至于吧？哦，原来他给我提供了钱呢！妈呀，这么贴心吗？哇，3大钱！我觉得我可以拿这个霰弹枪去喷他们了。我去，哇、哦，这就骚气了。来，让我们捡起钱来啊、哦！不是，可是你们这个世界的钱的计量单位是块儿啊！啊，这么一大钱，长得跟块砖似的。哇，1块就是1块，是吗？妈呀，好清纯，好不做作，行吗？哇！我捡了3块钱，妈呀，现在变4块钱了。我4块钱能买啥啊？匕首，我连个扳手都不能买是不？啊，这棒子也要5块钱呢。完了，只能买一把小刀。哎，我来比一下哈，这应该是个菜刀，就买这把了。呀哈，我仿佛巧妙的造了一个买家秀。哼，这把刀在这个墙上咋感觉是劈的这么长的呢？啊，在我手上就这么短吗？我来比一下。哇哦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咱们不管那么多了。哎，话说我的目标在哪儿呢？啊，好、哦，在对面那栋楼。那这栋楼是干嘛的？这全部都是小圈圈。哎，我进这里面看看，原来玄机吗？哇哦，这都是人呢？不是，我拿一把小刀来，你们就不会察觉到吗？啊，我如果划他一刀子呢？咱们先不做那个死啊，接着上楼看一下。万一有把狙击枪呢？我就感觉在这边来狙击对面那栋楼的目标。哎，这是个清洁工是吗？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哇哦，哦，等会儿他开始打我了。哇、哦，这也打我啊？嘿，咋的？我被一个清洁工锤死了？不至于吧？哎，咱们又回到了这儿。哼，我就不因为我一拿刀的还干不过一个拿扫帚的了，是吧？来吧，我削！嚯，先下手为强，撕吧！呀，哈，他被门卡着了，大家看，哇、哦、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他干了，妈呀，这骚气了嘿！哎，他给了我一麻袋，这啥玩意啊？啊，哦，原来是他的尸体是吗？那就放这儿了啊。哎，我还能捡他的衣服吗？妈呀，这跟杀手好像。来，我换一身衣服哈。不是，咋的就没个什么特效之类的吗？啊，我看得见自己不？看不见，行吗？哎，不过右下角那个字变了。Mad， 刚才我是平民吧？我换一下试试看。还真是，来，咱们再换回来。呵呵，我现在是一名清洁工了。哎，换上他扫帚呢？哎，没扫帚，我拿把刀啊！啊，清洁工拿刀干啥？刮墙？我天！哎，这个地方能不能进？哎，仿佛不行。这有一个电话，我能接不？哎，也不行。那这个窗子我能跳出去吗？呵呵，哎，都不行。好，咱们接着上楼。哦。这还有房间啊，不能开。那上面有东西可以拿吗？啊，也没有。那我来这干啥？我还不是直接去对面那栋楼呢。嚯，哎，来，让我巧妙的把这两个人给干掉。死！哇、哦，等会儿惊动了前面那个人。哇，这游戏有 bug 吗？他们都卡着原地不动了。大家看，哇，这是说，哎，你们可以懂行不？哦，我可以在这儿打他们呢。哇，爽！来。还给我了一点钱哦，我上了，我打他们之后，我就可以拿这些钱去买我的装备。呵呵，虽然都在我车上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要花钱买。呀哦，又来个人，哼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送上门了，我就削你一下，来吧啊，哼，又把他卡这儿了，嘿嘿，过不来吧啊，我削，嘿，削你眼睛。Alright， 哦，老有钱了，给了我3打。现在我有14块钱了，14块能干哈？好像枪还是买不了。哎，这还有一个，这可能是假的钱啊、嗯。好，我们下楼。嗯，呀，这还有一个呢。哟，呀，来吧，跟着我上来呀！啊，我猜你没上楼梯就把你干掉，过不来了吗？是不是被这几个尸体给吓到了？吼，你个小平民！嚯，哦，又给我掉了3大钱。哎，等会儿。这些东西挡住了我捡钱，行不？不是，大哥，我这捡钱不是换衣服的，换的这么利索呢？啊，完了，我还捡了把刀啊，这就是我的刀啊！等会儿啊，
让我把这些尸体带都给搬走了，哼，挡了我捡钱的道路。啊哈，现在可以捡了吧？话说这游戏不能蹲吗？哎，只能跳。哎，好，我捡到钱了，呀哈 ！Alright， 现在我是不是可以买枪了？我来看看哦，既然有19块钱的话，吼，可以买把小手枪。但是我也想要霰弹枪来着，就差1块钱。哦，那我就再打点小杂碎。哎，我的目标他下楼了。哦吼吼，这就方便了哎。来，就在这边。妈呀，还是在房子里啊？不过，他好像在一个厨房，我能过去吗？仿佛进不去啊。妈呀，不能蹲就是不好，你连个窗子都进不去。来，就从你开刀了，行不？哇，为了我的霰弹枪，拼了！死吧！我以为他锤到我了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咋感觉眼前一黑呢？啊，是光影的问题吗？啊，这里亮了啊！啊，没错，的确是光影的问题。好，我现在捡到钱了，嚯，瞬间20块呀！来吧，去卖霰弹枪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不会被车撞死吧？应该不会哈。哈哈，我有霰弹枪了，大家看，耶、yeah, ！我要称霸王了，没哇、哦！还没撞死我，哎，我再试一次啊！哎，人呢？哈哈，来撞我！喂，妈呀，把我撞的直平移的，信不信我讹你一笔啊？哼！哎，趁现在，我来试一下我的霰弹枪，来吧！当头一枪，吧唧，嘣嘣，不是打三枪了，我去，4枪才死啊啊！我还不用刀削他呢！妈呀！哎，不过这些人都还没警觉。都是傻的吗？这有个人的衣服，也是平民啊。那咱们还是换回来。哎，我换回来还是个平民。那看来我要打理别的人是吗？来，让我们进入这个门，这上面显示是绿色的，我应该可以进，是吗？啊哈，安全。哦，不是大哥，你拿个扳手干啥呀？哈、啊，水管工是不？吼吼吼吼！大家看，那个大 boss 在这儿呢。嗯，你莫瞅哈，我就用窗子狙击他。大 boss， 撤，死，没反应，不至于吧？我子弹都快没了。哎，等会儿有人来了，我、哦、拿大砍刀的，你过来呀！啊，我不怕你，吧唧，再射一枪，再射一枪，哇、哦，他死不了，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 ，back up， 什么情况啊？哇、哦，有人警觉了，救命啊！他们同伴来杀我了！妈呀，这怎么玩啊？我要么死了啊！那什么，经过我上一把的尝试，我决定直接去刺杀 BOSS。不作了，行不行？哎，这美观的钱数还是随机的哈。我现在有5块钱，来，咱们买个扳手。啊哈，清纯而不做作，那行不？咱们直接上楼。哎，我上楼不会有人打我吧？哎，应该不会哈。来。首先上一层试探一下，哦 ，boss 在这儿，哎，闲人免进，啊，咱们就不进去行不？我就在这儿等你出来。哎呀，还欣赏风景呢，我让你欣赏，一会儿出来弄死你。我在这门后面躲着。嗯哼，不是大哥，你到底出不出来了啊？要不要我捶你一下，提醒一下你？哎呦，有个守卫过去了。哦，动了，哇！跟着他，啊！这些守卫都没跟着吧？吼吼吼！妈呀，简直是绝佳的时机！哦，您老快下去啊！啊，就是这儿了，就是这里！我锤，我再锤，我再锤！哟，死吧，你小子！哇！我把他杀了，就这么3下2下子，还没人发现我！我天哪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啊！我还那么费劲，我还杀了这么多人，攒了个霰弹枪出来！我天！我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过了吗？妈呀，是走这儿过关吗？哇哦，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不行，那北极之明天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